神奇的书，坤坤，把那怪物拦住！我这边后面又来了一个怪物，有吗？坤坤，帮我挡一下，帮我挡一下！我后面来一个，不行，我后面来了个小兵！坤坤，马叔，你们在干嘛呀？我们在玩游戏呢。哎，不要吵我们。老师不是说了要看完书写读后感的吗？你们怎么还在玩游戏啊？看什么书，写什么东西？谁喜欢写读后感？乱丢呢，我们要好好的爱惜书本才对的。这里是哪里啊？这是哪里啊？好像是因为打开书才来到这里的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妮妮，快翻书！一二。想回家了，是吗？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拜托我们的魔法书把我们送回家吧。嗯，对对，好。三、二、一。我们终于回到家了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刚刚真的是太惊险了，以后啊，我再也不认输了。我也会爱惜书本，并且好好学习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写读后感吧。再见吧，下次再见吧。下次再见。小灵玩具 APP 疑问解答现在开始。怎么下载小灵玩具 APP？ 关注小灵玩具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下载。会送优惠券吗？当然了，下载就送10元，分享就送100元。怎么分享？把 APP 活动的信息分享给微信好友，截图上传 APP 就有资格参加抽奖活动了。我们会随机抽选100位幸运小风铃，并赠送100元的优惠券。除了这些还有其他活动吗？当然有了，除了限时秒杀赠送优惠券，我们还会每天为大家推荐特价商品，还有抽奖、投票、粉丝互动、下载林可家族表情包等等各种小活动。我要去下载 APP 了。那小灵玩具 APP 上面等你哦。